住，他们了解你心中的苦楚，把你的手再次交给耶稣，他与你走人生的道路。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他的同在是我们一生的归宿。我们要用不同的语言来庆贺主的降生，用我们所有的来赞美主将荣耀归给。由沙漠团契信师 Jue de Shon Adwason 掌声有请。Chaque génération dise à celle qui la suit combien de œuvres sont belles.Qui publie des exploits, l'éclat et la gloire de ta majesté. Non, merci.Thank you.
灯，你是我藏在心里的旋律，是我永远要赞美的理由。Je proclamerai ta louange, ô Éternel. Toute créature te louera, toi, le Dieu saint, jusque dans l'éternité. Qui confesse ton nom, ta gloire.
好好的珍惜把握在世的日子，常常竭力多做主。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在启示录，圣灵向七个教会说了一句同样的话，就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接下去请欣赏主日学少年班相声，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掌声。听相声的，没错，大家伙都来听听相声，改善精神生活。吃饭得带上舌头，看戏得带上眼睛，这听相声呢得带上耳朵。你这什么话呀，不带耳朵别说听不成相声，风声雨声祷告声，你什么声音也别想听。咦，你这话怎么越琢磨越怪呢？耳朵在头上长着呢，又不是衣服和眼镜，能不戴吗？等，你先别急着下结论，还真有不戴耳朵的人呢。真有不戴耳朵的人，怎么回事？跟我说说。哎，我说的是我们教会的事情啊。你们教会怎么啦？我们教会特别好，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温暖如春，其乐融融。那当然，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这幕后世代唯一的一片净土。教会里要是没了温暖，没了爱心，大家伙都得悔改。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话又说回来，再温暖再有爱心的教会里面也会有些小问题。什么问题？比如说一些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不戴耳朵。耳朵在头上长着呢，能不戴吗？哎，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啦，我的意思是一些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虽然戴了耳朵，可是耳朵处于关机状态，相关信息啊无法传进来。怎么还真有这样的事情？对啊，我们教会的张姐妹就这样。能不能跟我讲讲？哦，她每次聚会都是最后一个露面，悄悄地跪在屋主拐角，脑袋抱屁股一翘。这张姐妹这么虔诚啊？这哪是虔诚啊，是为了行动方便。什么行动？今天早上唱诗结束，祷告完毕后，牧师正式讲道，她立马进入安息状态，赶跑教会来睡来了。对呀，精神可嘉，在别处睡不踏实，跑神家里来睡来了，姿势还是跪着的，多属灵啊。起初大家都觉得他特虔诚，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问题暴露出来了。怎么暴露的？今天早上诗歌刚刚结束，牧师祷告完毕后正式讲道，题目是警醒祷告。牧师引了两节圣经经文，我们不是都，所以我们不要睡觉，主要像别人一样警醒警守，因为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引自《帖撒罗尼迦前书》。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然后呢，牧师又旁征博引引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捕前对门徒说的那一番话。主要警醒祷告，免了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牧师话音刚落，大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什么声音？有点像印度河马，节奏感还挺强。大家环顾四周，牧师东张西望，只见张姐妹在那跪着睡着了，旁边的弟兄用胳膊肘捅了捅她，张姐妹立马打了激灵，牧师就对她说，你还是坐下听吧。坐下就不犯困了。于是乎牧师又接着讲，现在讲到哪了？现在讲到哥林多前书的一段经文，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正讲着，那种声音又起来了，能不能给大家学学？牧师又停了下来，往拐角一看，喊，又是张姐妹。旁边的那位弟兄又用胳膊肘捅了捅她。张姐妹揉了揉眼睛，什么什么？旁边的姐妹说，姐妹你怎么又睡着了？张姐妹见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到自己脸上，特别难为情，牧师怕耽误时间就对她说，你还是坐站着听吧。站起来听，这主意不错。这主意是不错，
这回想睡也睡不着了。嗯，没睡，不过牧师让他搞得挺自在的。怎么不自在？牧师讲两句往他那球球，讲两句往他那球球，只见张姐妹全神贯注，两眼发光，正听得津津有味呢。这岂不皆大欢喜吗？哪里，牧师的思维受到了严重干扰，无法讲下去。啊，讲两句往张姐妹那球球，讲两句往张姐妹那球球，有什么好求的，直接往下讲不就结了呗。不行，牧师控制不住的要求，张姐妹让牧师求毛了，也瞅着牧师看，意思是你干嘛老求我。嗯，碰上我也会让牧师给糗毛了。你猜牧师怎么着？怎么着？牧师微笑了一下，对张姐妹说：“张姐妹，我能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吗？”“什么问题？牧师请提吧。”牧师清了清嗓子，嗯，张姐妹，请问您下一轮睡觉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张姐妹乐了，按说早就该睡着了，可是你老求着我，我能睡得着吗？是的，朋友的就应当听，去听从神那里来的声音。朋友，今天我们相约在主里，赞美他的圣名。生命不再忧虑，并且我们要得找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耶稣，他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不可忘记。虽然这个世界永不停息，但是唯有主耶稣他是不变道理，唯有他能赐给你真正的安息。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提摩太团契的姊妹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舞蹈，大家掌声有请。呀呀哟，Check this out yo, Jesus is gonna give you a brand new life。这是永恒的约定，你可不要忘记，一个救恩大不知己，让这水滴心干净，基督在世界属你，你可不要忘记，等到写见你奇迹，世界要从此离去，时间脚步永不停息，唯有耶稣是不变大不理，唯有耶稣能赐给你安息。我们相约在主里，最高化身成儿女。我们相约在主里，这里不再有儿女。我们相约在主里，赞美我主成儿女。我们相约在主里，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们这次是我的命，一起让黑暗的过去，带着喜悦，一起奉献给神明。这是永恒的约定，你可不要忘记，一个主人大好时机，那就算你心开心，基督在世上属你，你可不要忘记，当发现将你心间自己能从此离去，时间不能停息，唯有耶稣是不变道理，唯有耶稣能赐给你安息。我们相约在主里，这个我只剩爱你。我们相约在主里，这一路在等你。我们相约在主里，再没忘记相爱你。我们相约在主里，既然充满我的心。我们这次是我的命，一起让黑暗的过去，打开心门，一双丰盛的生命。我们相约在主里，神啊我主圣名。我们相约在主里，生命不再犹豫。我们相约在主里，赞美我主圣名。我们相约在主里，喜乐充满我心。我们是子是我秘密，一起让黑暗的过去，打开心门，一双丰盛的生命。相约，这个我只想你。我们相约，相约，相约，这里不再犹豫。我们相约。
在我之上。我们声乐唱歌，唱乐喜乐充满我心。我们心思是我的命，一直到黑暗里我情。大家心门，你说风声的声音。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今天主日学献上能力归我神，展荣耀的愿力。